我是四月，来自山城重庆。我是不愿随波逐流的那一个，一人一茶，弹一首曲子，写一幅书法，总之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在路上。我的感情就是不用跟对方保证一定会成为更好的人，也不必遮遮掩掩。人这一生要凑合跟将就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喜欢的人就不要再凑合了。四月廊桥提问，来自重庆的女生最喜欢的重庆美食是什么？油茶，早餐的一种。听说你以前开茶馆的，最喜欢喝什么茶？白毫银针。什么时候开始学古琴？2年前吧。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文玩珠宝？18岁的时候。恭喜四月顺利过关，欢迎四月来到我们的现场。非常完美，由黑黄不用慌白纸一道光的春季发光小奶瓶指定播出。大家好，我是四月，来自重庆，今年24岁，我现在是一名服装设计师，然后我的爱情宣言是有梦为马，随处可栖。谢谢。欢迎四月，服装设计师，今天这身服装，这个不是自己设计的，但是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种类型、类型和风格。虽然服装不是自己设计的，但是今天的饰品据说是自己设计的。是，对，哪一些给大家介绍一下？自己戴的这个耳饰是自己设计的一个款式啊、然后自己的这个和田玉的戒指也是自己设计了一下的。然后我做的，为了降低成本，我做的是一个银饰，然后镀金的。对，这样就不会，就是市场价值不会那么高一点。好实在哦，就是有图片是吧？还是对，有图片啊、那这个就是我自己定做的一个琥珀的一个戒指。对，这个我戴了5年，但是它在今年的时候碎掉了，我挺心疼的。然后这个就是我自己平时喜欢收藏的一些东西，然后我当时这个照片是在整理吧。然后这件的话，这件是一个绿松石，它是一个玉化材料的、然后我当时就是被这个雕工吸引到了、所以我就自己收藏起来。这个真的很，但是遗憾的是被我朋友硬生生从我手里抢了过去，所以现在它已经不属于你了。对，它没在我这儿，但我还能看见它。